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公，请我们公馆国中方丽萍方校长致欢迎词暨介绍与会的长官嘉宾，请给我们的方校长一个热烈的掌声。情书，情书，音乐可以抒发我们的情感，也可以抚慰我们的心灵。欢迎所有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公馆国中音乐班一年一度的音乐成果发表会，让我们期待今晚有一个美好又丰富的音乐飨宴。现在我就来介绍今晚与会的贵宾。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哈，这一个代表苗栗县政府的这一个课程督学罗玉琴科督。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整个音乐班的大家长黄教成会长。好，那当然整个公馆国中的家长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家长会会长刘家生会长。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黄君廷课程督学。好，我们再来介绍我们的这一个荣誉音乐班的会长温元福会长。还有一位哈，也是一直在支持我们音乐班哈，这样一路走来可以稳健的走的，我们音乐班的荣誉会长黄兆前会长。好，那当然整个公馆国中音乐班从民国83年成立，有一个这一个最幕后的大推手，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前校长，现在也已经退休了，我们来隆重的介绍他哈，因为有他才有公馆国中的音乐班，我们的何文珍校长还有他的夫人。那音乐班一路茁壮哈，当然也还有一个前校长，其实在这边协助非常的多，今天他也来莅临会场，我们的邓新珍校长。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这一个哈，一直是哈我们整个公馆国中的哈这个前面很重要的这个推手，有这个推手才有我们接下来我们国中的努力的一个方向，公馆国小的刘信雄校长。好，有前头我们的代表中间，那后面有没有我们要交棒给谁哈，今天这个苗栗高中的黄国峰校长也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哈，这一个立法委员服务处的这一个主任张志宇主任，也谢谢给我们在经费上很多的资源。那还有另外这个南庄国中的校长詹吉祥校长。我们再来介绍苗栗县政府这一个卫生局的这个医政科的科长古志成科长。还有食品科的张宇杰科长，然后救国团服务组的组长陈贵勇组长，好，还有我们这一个建工国小的主任跟组长也都到了，谢谢你们。好，那当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家都来莅临我们的这一个整个这个音乐班的成果发表会。那校长代表公馆国中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那除了校长的致辞之外哈，其实校长现在也来邀请就是我们这个苗栗县大家长的代表人哈，我们的课程督学罗玉琴课督来为我们勉励致辞，我们掌声欢迎他。方校长，与会的各位前辈校长，还有各位非常大力支持的会长们，与会的家长，还有我们的新政的师长，大家晚安。今天很荣幸哈，能有这个机会代表县长来到我们公馆国中的音乐成果发表会。刚才我一进来啊，我就跟方校长讲，7月1号来到之后，我觉得透过音乐班的熏陶，我们方校长还没有他讲哎。我觉得我们音乐班的家长会长也是那么有质感哈，然后再看看我们刚才的表演，我们台上的都是绅士跟淑女，
所以在这边看到，我觉得今天的成果发表会不只是属于公馆国中的，是属于我们整个在座的家长，还有整个我们的师长。因为有家长给孩子这个学习的机会，因为家长给孩子学习成长的陪伴，还有我们公馆国中师长团队的努力的栽培，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是让我们的音乐的天使是发光发亮的。今天这个成果发表会可能只是一个起点，希望我们这苗栗的学子在音乐的殿堂上以后能够琴声飞扬，青春飞扬。那最后祝我们的成果发表会圆满成功，也祝大家在新春的一年心想事成，与会的贵宾大家幸福平安，谢谢。谢谢客都。好，客都给我们的这个赞美与支持，我们公馆国中放在心上。不过是要还是要表达，因为那个镁光灯这样打下来，其实真的看不到大家耶，所以看到的全部都是亮晶晶的一片。那当然在亮晶晶的一片刚好也看到了一个对公馆国中还有对公馆乡非常重要的大家长，从亮光光的 当中就这样走进来了。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公馆乡的乡长曾美露乡长来给我们勉励几句。谢谢，谢谢方校长。现场有我们代表县府的科督以及我们黄会长还有刘会长以及呢我们一直对我们公馆国中的音乐会所有赞同还有鼓励的各位长官贵宾各位我们校长也在这边还有各位家长们各位好朋友们，喜爱音乐的所有的听众们，大家晚安，大家好，乡长好。一个喜悦的日子，一个成果的日子，大家拭目以待，都想要听听公馆国中的音乐班呢，他们是最优秀，去参加比赛啊，都是勇得第一，真的不简单。虽然呢，在我们苗栗县属于一个比较贫瘠的一个县市，但是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所有体育活动，我们的所有参与比赛的学业我们跟都会区比起来我们都不输。这一点呢在哪里？在我们县长开始奠定的基础啦，从历届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的重视，尤其呢在议会里所有的代表们他们一直前述的通过，让教育这一个峰会再穷都穷不会给这些学子。所以呢所有的家长跟贵宾呢他们也看着，所以很多的鼓励一直来赞助，所以让这些学音乐的孩子呢开始有资源，不仅说在台湾全省比赛甚至到国外，而且都有亮丽的成绩表现。那身为公馆的我虽然让大家推举当一个家长，但是也沾染了这个喜悦在这里呢除了恭喜这些夜班的同学这么优秀以外，也感谢所有的家长，因为你们的付出，你们付出了好多好多，所以呢期望的小孩子有所成果，我想这个喜悦在于你们是最满足的。在这里呢年终岁月我来祝福所有参与的贵宾长官亲朋好友以及所有家长还有贵宾们，大家呢鸡年行大运，一切顺心如意新的一年呢我相信大家能够都有丰收，祝福大家，谢谢。好，谢谢乡长总是给我们这么多的温暖。接下来校长再邀请一位因为整个音乐班能够顺利的推动真的是靠音乐班联谊会大家一起这一个齐心协力的合作。那这个音乐班联谊会的大家长在这一次也帮忙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来欢迎我们音乐班联谊会的会长黄教成会长也来帮我们说一些祝福跟期许的话。现场的代理官以及各位在座的校长以及与会的贵宾还有热情参与跟支持的家长们今天是馆中音乐成果发表会。那昨天我就在想我今天应该不会讲话才对
不过我还是把今天的舞台让给在馆中习武三年的这些学生们哈，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表演的好，才可以下山；如果今天表演不好，应该可以留校查看。不过我们各位可以用最热情的掌声哈，来给这些学生，给他们很精彩的以及最热情的鼓励。那我的这个报告哈，就到这个地方。好，那谢谢各位与会的参与。那祝今天的大会能够顺利圆满成功，谢谢。谢谢会长。只要来参加音乐会哈，女的都变漂亮，男的都变帅气哈，这个蛮明显哈。音乐的哈，这个气质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今天的音乐会可以这个顺利的推动，要感谢的人真的是太多了。首先当然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个后台的三位团长这样努力的辛勤的指导。当然在这边上也是非常感谢三位音乐班的导师，这个每天的陪伴，让他们可以稳定的成长。还有我辛苦的这个公馆国中的伙伴在放寒假了的第一天晚上，也是要牺牲自己的假期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当然最伟大最伟大的就是在座的所有的家人们，有你们的参与才能够让这个活动可以圆满成功。所以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自己，也来欢迎我们接下来的表演，谢谢。好，谢谢方校长跟绵